我们英语学猫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汤学目前位置呢是在广州八景之一的莲花山哦，在这边呢主要供奉的呢是麒麟哦。我们看呢现场呢这一个信众呢他们呢也呢这个用零钱希望能够投到麒麟的嘴巴里面哦。在呢广州呢他们相信呢如果投进去的话就可以呢钱咬钱哦，为自己带来财富哦。不过我们看现场的情况哦，好像要投进去还不是那么容易的哦，真的还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投进去啊哦，差一点快进去了，没那么容易耶，要投其实没那么容易耶。我们看这位先生加油哇，所以呢这个也很多人呢想尝试一下哦，自己哦的这个运气是怎么样哦。我们看现场也很多的这个信众们他们想要呢将呢铜板呢这个投到麒麟的嘴巴里面，有时候很困难的，哎呦很困难是不是，看有人可以成功吗，有有有哇，是不是不容易啊，阿红不容易，一刀要抓，对呀、还会弹出来了，那个很困难，啊又太轻了，太轻太重都不行、要刚好让麒麟能够接住你的钱，看这位先生哟、所以真的还是不容易的、再一个好，阿红你要再试试看是不是，你知道这个习俗代表什么吗，你知道它有一个含义的，这个他如果投中的话他就是会保佑，他会保佑你的心想事成啊，对啦，最主要是帮你求财的，对啊，哇让你财源滚滚就对了哇，所以你要讲再试试看，你拿的是多少的钱币要试，哇我们大家再试看有没有人成功，这位先生靠得很近呢，靠得近一点看哇，所以的确真的是不容易哦。林素娟你好呀，大家人越来越多，我们看一下哈、哇好多的观光客就在呢我们呢观音宝像旁边呢这个麒麟，然后呢努力的希望呢能够呢求好运哦。那么呢这个两座麒麟呢中间呢就是我们呢这个哦观音宝座，也叫望海观音啊、它看过去呢就是海了啊、这个地方呢是广州的莲花山，也是我们广州八景之一啊、这个汤雀呢这次呢也特别呢来到莲花山呢做 UP 独家的这个直播啊、让观众朋友更加了解莲花山之美。记得汤力雀目前为止呢是在呢我们广州莲花山为你做的采访报道，真的不容易就对了哦。来，喜爱汤力雀老师直播的朋友，每天晚上八点，每天中午十二点，请在 UP 独家观赏汤力雀 UP 的直播。